好，过来换看一下图图呀，这是今仔日二胡嘞，今仔日拄啊好，嘛真意外吼，今仔是迄个八田李四四讲七十周年哦，对，诶，即个数字啊，昨即几工拄啊咧招啦，讲啊，哎呀，拄啊拜三，这嘛算很意外，拜三去拄着伊个四四纪念日安尼吼，啊，阮今仔下早特别赶去。我是踮咧五吨二要来进场吼，啊，进去看啊，无五吨二来，阮就无机会啊。果然啊，来啊，然后阮就去赶出来，因为阮无早啥物，啥物情况无嘛吼。啊，阮迄个伊只过程内底嘛，该处理吼。啊，我着，迄个，其实伊甲带内底有三件大代志个改变吼，就是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吼。工程的技术人员，以前就是好好把工程已经做好，但是北电吼，北电和人较无共的所在就是第一，伊迄争取迄个宿舍，爱互厝的人拢做伙搬来，莫安尼有的厝的是台北，啊有的是日本，啊要做工的人无分大细汉，大家就是无分台湾人还是日本人，买着。尽量拢会当做伙来即个所在，你看顾会着。啊，所以为嘛因为安尼，后来有即侪代志咧甲检讨啊吼。伊迄个罹难者134人内底，有即侪人是病死的家人，确实是有真侪人去到迄个所在着疟疾，还是迄、那个以前的医疗是无。啊，这是真危难。啊，伊迄阵是啊，敢讲要去啊，是因为有即个疟疾一定有药啊。所以这有这侪争议啦吼，那嘛是八田这个人一直去用真争议的一个代志。啊，所以嘛，因为伊的争取，你看尾啊，迄、那个包括咱家是1913年的迄、那个，1915以后吼，一七差不多啦吼，一七以后的规个台湾，你看迄、那个。只要是差不多1917年以后的建设案，其实因的宿舍拢盖完整吼，所以嘉义咱遮后壁有一片宿舍，其实嘛应该是拢1917年以后的，毋是1912的建筑盖出來。以前拢敢起所长宿舍啊，啊尾啊开始做侪，愈来愈侪员工宿舍。啊，员工宿舍以前拢是单身的吼，尾啊都拢变规个家庭。迄、那个制度听讲，尾啊，影响啊到规个，迄个震后，真侪，是迄个。那个疤痕，哇，真是。应该是。啊，这是，会爱去帮忙关系，是让咱看，这个八田里。铜像，啊，这嘛盖一个故事嘛吼，迄、那个铜像，伊做好的时阵，啊，过拆去，啊，过无偌久，煞去拄到一个大震，要开始大震吼，啊，这要大震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日本发出所有的这个民间的，这嘛民间做的嘛，唔是政府甲做的，所以只要是重的物件吼，拢爱起啊，拢爱回收的。我爱迄个农民，特别就说去甲摸去藏，所以以前藏出侪所在吼，藏去到龙田火车头的迄个车库内底，啊，真咧火车内底迄个上内底。啊，尾啊无简单，战后嘛吼，佮搬出来，要是嘛佮拄着国民党来了，第一件代志，日本的两件拢要听，哦，农民佮赶紧甲摕去藏，然后叫去甲搬去。唔知讲搁甲唱个庙个曲，啊，唱足久个。啊，怎啊唱，伊伫大安尼一唱伫30年哦。哦，这啊农民也无简单啦。啊，怎啊到尾啊，这个伊个八田里伊这种八田雪哦，爬起来了哦，再去搬出来讲，哎，但个国民党个做个铜像，每期做个铜像个贴掉，改一个，这房子是正港安尼。所以这嘛是盖一个故事啊。所以要写《迦南大郡设计者八千里》。
啊，后壁放冰雹。后壁也说搬出来倒去。啊？最后搬出来哪？我叫你问倒啊。这册内底，你怎么讲？迄个伊的大事记内底有写。那我记无掉，咱在天刚记掉。什么？伊当时搬出来。我知哦。就古无写，无迄个咱今仔看的拢无写啊。同向无特别无甲注意。同向大头，我看多少。特别，你袂歹，你每一个人拢有熟悉，想要熟悉的部分。啊，这是迄个巴田里这人的价值啦吼。如果伊也是干那起水库，安尼无啥物了不起，因为未来台湾人嘛真侪人反感嘛，对水库无一定真认同吼。啊，毋是无认同安尼啦吼，伊绝对反对咱即马的迄种教育方式做出来的土木工程的迄种工程。伊占伫大位，台南州嘉义县吼，云林县，伊到彰化县是一点仔影响。看遮尔侪所在，号称为云嘉南地区吼，啊，伊迄个整个水利系统吼，就是迄灌溉渠道，迄规个加起来讲，即个用要洗迄个地球半年，啊，你通知伊？伊个灌溉的面积150,000公顷，这是真惊死人的一个运动。那这种过程拢是迄个时代是被认为不可能，所以要去面对几件行为。第一件，流水伊一阵所有的专家，一阵专家无一定会认同伊嘛。啊，伊个下骹上无一定会对有信心嘛，已经搁受伤的时阵，死亡的时阵，啊，再来咧，跩咧征收的土地的人，无啥人要互伊征收土地。所以，即个过程内底，伊爱去，伊特定爱徛到第一线去处理。所以，一去另外即个工程安尼吼，拢总是13年嘛，1913年，2017年开始。啊，但是真正个工程始作差不多10年尔。1939年我完成。啊，即个巴田伊1886年出生个嘛吼，2月2日，1942年，吼，迄个共是5月7日去用。迄台船仔叫断掉，是5月7日。伊当5月7日的时候，写一封批，一船仔顶啊，块写一封批。啊，要坐船仔之前写一封批，啊，囝要互因太太收。迄封批一直到5月15日，因太太才收着，但是八点5月7日用死啊。过迄、那个死了一礼拜，伊的尸体拄啊好，听讲有几个灵异事件。真的真啊假？伊个尸体讲拄啊悠悠，迄个飘去因个故乡，迄个石川县，啊拄啊迄个渔民看到啊北电，啊所以这件代志才确定嘛。这是一种讲法。啊尾啊当然再搁甲伊个迄个即迄个尸体讲搁甲运转来，上尾啊是咱个迄个火化了啊。有搁来台湾，啊！了是台北的东迄、那个东本院士办伊个丧礼，诶，听讲是安尼啦。啊，你太太嘛，拢跩拢做完，啊，过差不多一年嘛吼，诶嘛过几年啊吼，一输到输五年，到震后咧，因为我做有滴在当忍的吼，啊，迄种要电暗器的迄种意志啊忍足侪年吼。到迄落个时阵，才活起落。啊，所以未来即个坟墓吼，就有放即个铜像后壁，就放即个有放因太太，啊，佫有一个祭司。啊，这就是较早做啊，今仔日啦，即今仔日早就盖迄落。真侪人，啊，上细医生，我想逐年拢差不多，就是甲住啊，迄个上尾啊，医生住啦吼。啊，即个乌山头水库，三湖水库啦吼，无同款甲住啊，去看一下啦吼。啊，伊是上趣味是即个，伊平常时咧泄洪，免泄洪，就是讲，迄、那个水啊满到一个程度，就家己啊溢出来。啊，即是阮。像今仔日看是安尼吼，即毛人到底啊有啥物事在用？啊，即看起来像水泥啊，即迄当时人咧做个建设，就是讲伊迄
水满到迄个程度，伊水就家己泄落来。啊，含咱即马拄着迄种泄洪方式真无相共。所以嘛，伊安尼，你看伊大概排水个介顺啦。咱等下慢慢讲起嘛。啊，这就是旧个出水口，嘛就是迄个云泰的一只，吼，迄个所在啊，嘛是迄栋甲块云泰内底有个淡水个所在。这所在我感觉，我做意见，我感觉这所在拢无整理，内底也无开。嘛无说明，无一个立碑说明安尼。有啦，都拢有写啊。写个字，都写啊个啊，啊，迄个边仔有啊，迄馆顶边仔有一间叫八田里里个，就纪念馆，都是徐文龙关个嘛。吼，啊，即，但是我是讲，即内底有足侪部分会使互人去参与，可以啊，变做一个做结啊。比如讲，讲今仔日咧，伊拄了同啊念经啊、送花，啊叫咧白十二啊来啊，以外吼，伊应该逐年咱做无啊，不然一节数我着一年。我就含咧咱在天咧讲，咱是无爱，这动作是迄、那个咱爱放迄个十二米炮迄种吼，还是讲咱咧献花，迄个要怎讲，泄一下大水吼、啊、你唯有当迄个现场吼、你走路感受到迄种震撼，我相信迄所有人是会感动到哭出来，因为安怎诶，我用一个画面，大家看一下啦吼。这是前几天，毋是拢有人拢会寄一寡这有诶无诶来吼，啊，我着拢会想起来。嘉龙有一部片叫做《嘉龙》诶影片，啊，即、这个好是毋是？即魏德胜吼，伊话，这是嘉龙啊，咱1939年竟然是咱。三一年啊吼，其实一三一年之前就一条咱嘉义龙校吼，会当讲是咱台湾棒球的发展史吼。啊，这迄1931年才得冠军呐，啊代表要去日本拍这个甲子的要青棒。啊，其实过尾啊，这青棒伊嘛毋是得第一名、第二名回来啊，无捌得第三名啊，啊，这个计较质量的吼。啊，其中内底位都是人一部片内底听人我咧拍声的，哦，伊才一出来讲天下佳人，啊，迄、落，哦，讲者，迄落，杀青的心情，迄落我拍，我有一段咧拍迄个佳人大剧，拍片就是这样，永远拍摄起是最难熬的，拍摄起就已经在打仗，打仗是刀来你要挡，这种态度去做的，所以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下过日子，就过程来讲，每个人都尽全力。这较无重要，跳一下吼。非常好看，非常好看啊！真的好看啊！都仿古故事，不转大家的一些记忆这样。这是一些东西，我上个拢提出来讲吼，咱科技在进步啊，拍电影号称是科技文化的结合，啊，咱台湾啊要拍上早的电影是为土地内底干拼出来。啊，人诶，好莱坞是安怎？一届咧投资啊，拢十亿，啊，后一届搁十亿，伊迄是累积诶，一直累积，搁毋管无分导演，所以伊迄规个国家诶迄个拍片文化吼，科技一直累积，迄个特效作用，按台湾除非魏德胜就一直拍落，无伊诶物件，哪有咧累积？即呼呼诶，拢会固定来，所以大家爱着爱去做后壁，再产，啊咧拍啥落雨天。落雨常常 NG 啊，无法度靠落雨天会先咧拍电影，啊，所以这是这项的吼，按这个阿来讲的啊。哦，哎，伊都，一段。这是《海角七号》的副导演。我会记你迄当时，即阿辉听讲几下个拢是只拍片的吼，啊，你看伊一只去演临时演员的动员到一两百个吼，遮个人你也甲访问的是伊讲，我第一届我听到一句话，我到即摆我袂记，我虽然无见着，伊讲吼，咱来上课上较侪历史，我第一届我为着要赚800块来拍这个电影，啊，每一工半，
就一暗就去啊嘛吼。啊，像乖啊，有诶剃头毛啊，有诶化妆，有诶穿衫，有诶练日语。啊，乌龟波有可能就是咧画啥物，即日本万岁画啥物万岁安尼吼。啊，只啊啊不啊野鸡啊，但是当去哦，即个风含即、這个，就是讲去咧。伊咧为了拍这画面，去予这水门啊一开落，震撼一下安尼。伊感觉迄个历史竟然是会当演当，竟然是含咱安尼，含接近。咱今仔上历史课是安尼叫你背多本嘛，咱背啦。啊，这毋是，这竟然为着演一出戏，啊，所有这我相信这百几个人是真感动。啊，所以我认为这个画面，无应该是演一个是安尼。你咧纪念这个百年就是安尼，这才是毕业的门口，搁较重要。这个起码至少安尼处理，啊，但是这个是当大坝是当处理的，啊，跩水地无，这水是互农民咧用的啊。啊，这就是去年八点去到完成。完成的时候，伊真正是安尼开幕的，所以我讲这是这趣味的一个，比如，啊，比如加讲个 MV 的八天里，伊是这个顺序，你看这位都是这帮小人啊，我另外讲一个，就是讲有这侪部分，我都等机械，但是啊机械嘛有声音，啊要录音，啊要安怎，啊大家啊在想，啊位都是咪只用较高管。你后去看伊拍迄个八天，迄个海角七号也好，还是迄个赛德克巴，赛德克巴会上侪。迄只有向迄日本的，会足侪迄个工作人员拢摇头，小人哪有人安尼硬干吼？迄水都明明安尼冲，伊就硬要甲用互过，还是安怎？爱做工，最好袂行，硬要拖，安怎？爱着叫所有人拢着去拖，爱家己咧拖，所有人唔敢讲话啊。这也是八天里伊迄当时，我有这种气魄，就讲啊，我都拢在来啊，啊，互恁骂啊，啊，我都要做啊，大家都加减会斗阵。所以迄个八天，伊用这侪办法，互感动的啊，唔是讲用这侪办法，我伊做到互感动，才有我同伊摇碎迄个工程的进行。啊，每一届都一届，每一届都一届。啊，这就是今仔日咱。科技的进步，咱的工程师号称安尼多，是安怎？这就无法度讲有一个工程的，咱到今仔日去互感动。啊，因为这毋是要讲话，就算做干，莫阁看咧。我转来现场。我都无啥好奇怪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这阮去的是拢关咧啦。你看今仔日遐尼重要日子，今仔日游览车偌济台，今仔日本人来偌济人，啊，佮副总统佮来，门这就是无开，可惜，这些所在拢无人知啊。哦，拢是放你家己去看啊去行，啊，这可惜。比如会当看伊迄当时个情况，迄当时的跩拢是真有震撼。啊，过来了！当然，我即侪，即个日本人啊，伊是现场。台湾包括咱嘉义公园嘛，内底即侪碑啊。我第一届来到这個，啊，你看到了，吼，你会安尼起叫袂感动，毋是负心啦吼。是讲你看完了，你会感觉足感动的。香港毋知安怎会想要流目屎呢？啊，这就是较大咧讲的迄个故事，就是讲八天里，伊搁去争取。所有死的人，无分台湾人还是日本人，拢爱伊也拢爱留咧，甚至破病死的嘛爱留，因为伊来到遮，哦，做伙拢是来到这个当地现场的人，所以伊四颗肋骨拢是迄个白，拢是死去的跩人。啊，再搁互你看一下这个水。
啊，就了才摆出，你看摆出来，伊个沿岸就是安尼，所以台湾的水沟吼，的品质还是迄个水啊，水的维护啊，包括水库的维护，也会当做到乌山头水库安尼，啊，就用啊。唔捌咧看，讲出来所有的水沟啊，会互人工厂的废水甲排落，无就是无啦。哦，即台湾即侪水库排出来的水，有时也安尼哦吼。啊，但是你看，伊这较大，是外口的，迄个拢摕拢是边啊。啊，伊咧泄洪，还是咧安怎是？是啊，水拢袂甲淹过，伊堤防安尼几十年来就是安尼。也毋免阁去追加，所以这和伊当时的规个设计都有关系啊。伊是按慢慢溢出来，毋是用泄洪的方式。所以你讲，当你去看遮，这嘛是我迄阵仔停住遐，啊后壁这就是乌山火水库。啊，毋知影安尼。啊，这因为一段的水沟，所以尾啊就是因为遮侪侪这种水沟的水吼、哦、来源就是伊安尼，那微血管。所以啊，啊，搁电信有时啊一咱落到咧，看到远远安尼一排即个怪怪的，有个人嘛毋知影，这原来讲真诶，我嘛是尾啊，搁翻头诶时阵才想到，哎，这是拄仔来在天咧画，迄就是乌山头水库，然后才想到落来翕一下相。啊有啊，即马即一步诶啊，宿舍拢保存啊，拢电器啊，起甲热新诶，起甲你着感觉。你拢甲，迄个亲像一间厝烧火厝烧了了啊，要起转来，你呐？请问是真还是假安尼啊？哎呀，我含要去嘛，无啥爱，主要是讲为着今仔要讲，我看来在恁翕比我认真，我拄走去边仔找恁去。安尼讲开偌济？开药。哦，迄两区开两药。开两药，我看这家是，我可能咱买咧四五十间厝，我可能拿，也是你哦。开两药。哦，唔老，哦，卖讲两药我袂晓开，我一千万块来当买十斤的，对，整体的，是你二十斤。啊，但是我感觉咱用这侪办法咧纪念嘛，我嘛做真侪啊吼。这几年来，北电的册翻译嘛介侪，啊，家己的宿舍修理啊，纪念碑也找转来啊，吼，啥物拢带，即嘛搁来一个北电路嘛转来啊，对无？迄个甲即个道路吼，你看迄路真大条诶，甲迄面，啊宿舍着拢一片，拢甲保留。啊，国小、嘉南国小嘛留咧，八田路，我毋知影带一只诶人，因诶房地产有较贵无，较骄傲带一内底嘛，因是北电诶，对咯。啊，但是讲真诶，我看也是无啥进步，中道是要教我找无一间有食诶安尼。啊，这真正是安尼，今讲什么五月初八，什么偌重要日子，啊无耳海着，啊，迄个比迄庙的闹热搁较不如。哦，所以真个咧，阮中昼要找一个食的，咁来开乱，啊，阮搁看到迄日本人搁愈可怜，乌山头水库无通租脚车，你知？啊，无通租倒摆，我想讲，迄个行路，阮真正行死，迄是今仔日免钱，所以我会通开车里面搁撞出来，搁里面搁撞出来，就拢免钱。啊，平常是爱六钱，你敢可能厝内是食食，搁入去搁洗袂完，用行路的囡仔也要热死啊！迄是用开车的，用坐哩。啊，我看有诶日本人都会去，较有人甲介绍啊款，伊厝内装外有咧租脚车，哦，一台五十块。啊，乌山头水库讲无咧租脚车，起笑诶！啊，你入去你要哪洗？我就想到我以前有去过啊，但是我都找无通向一对，啊未见找啊，是啊，要热死啊，不知要哪找去。哎呀，你若敲刀把敲找，你看到哦，毕业建筑啊，你可能一公里嘛无要紧对无？吼、哦，五百公尺嘛咧开，顶下咧徛，所以咱就配套做了就无啊。结果我看到迄几个日本人，真正徛去对食饭啊，徛去阮家带去食饭个啊，迄个六家六食，你看看。徛足远个，要是我袂晓讲，真正啊，北电嘛，互真感动啊！毛庙，迄个关电个庙内底嘛，设一个纪念碑啦，吼，啊，佫有迄个人家甲刻两尊，是啊，迄个有看个，所以可能该做啊，真多啊啦，吼，啊，这就是伟大规个工程，规个迄个水道系统，啊，这差不多就是咱
典型时刻的一个钢钉，意思吼，你就是钢钉的人，永远拢是就是把迄个钢钉恁做好，啊，无去想着，吼，伊迄个伊的传记内底一定拢会写讲，因以前东京地大的老师就是安尼讲嘛，伊变拢做出一条互人个大家行了会安心的路，这较是重要，吼，一个桥，吼，就是爱起家互人安心的行，啊，这基本的工课。到尾安怎用行到公平的吼？大家拢会当公平行着，啊，这个另外一件代志。你讲会当快乐行、幸福、安全，这基本。啊，要叫公平当行，迄有时啊改变国家的，啊，所以伊是叫这工程，我想也会当互大家做笑脸。可能是因为做真侪这种改变，吼，伊甲住宿舍的问题。薪水的问题，迄种纪念碑的问题，迄个殉国碑是也未死去前就放火的人做争取的。啊，学校的问题，伊嘛去争取爱设学校、设医疗所，几乎迄个关田迄个所在就是伊去补的迄个造村的，迄个乌山头迄附近。好，啊，这以上我就讲到这了，唔知恁有啥物要分享？我一同向那个这嘛是自己的故事。好了，啊，这就是一礼拜八天，伊啊有机会，我感觉雾山头水库值得大家倒去啊洗，也伊是这侪村庄会当洗的吼。啊，唔知恁都拄着啥问题？真适合的啊！我本在是讲北边有去过的所在，比如有一间叫做赤山庙，啊，即嘛叫做赤山庙啦，啊，即嘛叫赤山龙潭寺咯。哦，嘿，反正个一间不是啊，无啥勇气都无忍啦。安尼，唔知大家有啥物问题无？无问题，我搁放一段。啊，你拢无啥物对八田有较大个喜欢？我讲吼，咱台湾对遮工程师吼，有真侪拢无搁重新倒转来思考。八田哩，伊是安尼，大家拼到安尼到今嘛，我顶学期去成大，才终于啊拄到一个真袂歹老师，伊有小可甲因遮囡仔水利工程师哦，甲因遮囡仔讲八田哩伊即个人。但是不是他们基本要学，是属于那个老师额外的课外读物分享，这可惜了。我妈，迄有一天水利工程系内底看到这个人，安尼，才是一个正确的开始才对吼。我搁和大家今仔因为和八田我有关系嘛吼，搁有一个是当这个雾山头水库之后，搁另外一个工程，啊，这个工程。我咧找无片啊，一堆吼。二公俊啊，是。这我嘛又来一段片啊。奇怪，哦，歹势歹势，不是随身碟啦，是个。下载。这种阿飞教我，我拢摕来学校咧骗囡仔啊！即什么赛德克巴莱迄个幕后的吼，我唔知影。二公俊有啊。哦，一只。这是我一届吼，拄啊开车咧看到电视，吼，我转来先上网看 YouTube， 啊，都随有随抓到囡仔，所以这个最好用的。二公俊会在屏东县来一场。看卖一段，真感动的一段。世纪前，鸟居信平召集了14万人次的台湾族人，还有汉人，用简单的技术，在林边溪的上游，就是这里，河床的正中央，深埋下了他发明的电机。鸟居那个兵啊，第八天的一个技术。短短的渠道，除了供取水之用，还能够兼顾当地的生态。这趣味的，你看，这个是水道吼，就水在从这里流出来，边仔个台湾族的部落，没有什么提防，
几百年啊，没有什么堤防，这就是惊死人的一个工程啊！而且水从来没有少过，这才是厉害。啊，伊无起水库啊，啊，谁来当水安呢？环境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个设施，它一年的总供水量超过了一整座的白河水库，让来义乡许多的居民不需要使用自来水。但是你能想象吗？当年在二峰郡完成之前，这里可是一片荒芜的旱地，一进入雨季就会淹水，而到了干季却又无水可用。讽刺的是，这不正与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情形相当类似吗？二峰郡到底是运用了什么样的原理，让它能够成功的一直运作到现在呢？二峰郡主堰堤埋在河床底部，由三块水泥组成三角形，底宽3.94公尺，高度2.12公尺，迎向河水的斜面为渗水面，长2.8公尺，渗水面是一根根的水泥栅栏，再铺上编织好的藤蔓，过滤河水，浮流水会从空隙和上方进水孔渗入。你看，伊在一迄个时代吼，咱伊爱做几项工作，一个工程师，水利工程师，伊爱学啥物？对土壤、对地质、地质、对水文，歹势，今仔日个水利工程师，迄都毋免地质，迄都毋是，都毋是中正大学地质学科，土壤、温度，含咱无关系。水利工程师也无咧了解温度个啦，温度都家己上网去气象台。气象局看就好啊，所以讲，这个不要讲。然后你看，伊爱了解迄东西的规个黏土层啊，要乌偌深。哎，这真正是一个时代哦。分为总长328公尺的三角堰堤，再加上宽1.9公尺，现在1.9公尺在底下。长455公尺的半圆形集水暗渠，拦截取用河床底部经过过滤的浮流水，再借助地势落差，利用重力把水。伊无用马达，你看，伊迄个时代嘛无去想到啊。伊有马达概念，就我都发电啦。所以迄个乌山头水很强的，就是八田里含发电，我想到，含自来水这件代志嘛想到。伊当然迄个代志想到咱，迄是尾期才做。迄、那个一日本时代有做迄个自来水厂，吼、哦、啊发电厂，啊伊即个伊无发电厂，但是是会当开。输送到农场和部落。二峰郡和水库相比，降低了沉淀时间和净化成本。上吊的有氧化。用简单便宜的设计。大幅提高用水的效率，又可以改善水库常见的淤积问题。二峰郡等于是让可用的水资源倍增，而且二峰郡的地下工程不是这个人会当立碑，你看，会当立碑哦，啊，内底阁足侪蝙蝠的，哦，啊，阁足侪生态，啊，水安尼源源不绝，啊，水就是矿泉水。你有地层一层一层甲伊设迄个过滤安尼，所以台湾即马着有人开始问讲啊，搁来这有几条？鸟居性平应该毋是干做一条啊，应该袂晓衰嘛，做一条就死啊，应该有做几啊条？后来着有人甲讲啊，一温林的倒落，搁有一条，啊毋知有去予水利署甲破坏无？因为水利工程拢专门咧破坏较早日本时代工程。啊，无研究啊！啊，这好人啊！来义乡是因啥来保留到今仔？啊，好是因收山来啊！咱工程还袂做起啊！咱做到林边溪啊，尔无去到来义乡的上游，林边溪的最上游。所以这次要到保存起来啊！迄个毋是成大的教授咧研究嘛？毋是台大的教授咧研究，是平科大的。你想，迄个你的囡仔。
你到尾去读平科大，水利工程师，无人买嘛。啊，你若高考会主委还是委员，你咧编预算，台大编编一个预算案，你可能讲，这个研究水库啊无啊，互你只啊五千万好。啊，到平科大编编咧研究，这平科啊一百万呐、啊。哦，安尼你讲摕到一百万，你感觉自己的偏向就是了不起啊？啊，永远就是安尼。你前方阁有二十万的。估计卖太好啊，二十万，对不？啊，都果然拢，果然拢做袂出来。研究就是这样，真可惜。需要改变自然环境，也几乎没有生态上的疑虑，更不用担心台风带来的河水浊度问题。好啦，吼，暂时到这就好啦。啊，那些记录都清气嘞，吼，一年四季都清气的咯。清气的，我因为拢过滤过啊。今天要去迄个湖山水库的时阵，我以前捌去过一届，啊，我无啥印象。啊，最近伊这部片出来，我拄啊想着啊，嘿，阮以前我办一台游览车，啊，再去看这个二峰峻，啊，以前我听无迄个原理，伊迄顶车是用讲的，你看，哦，用讲啊，伊当然要摕真侪图啊，看无啊。嗯。嗯，这 3D 的看过。啊，这个起码用这个影片动画简单。哦。啊，这就是咱大家爱检讨的鸟居性品，我们这个人真正爱较注意啊。这可惜的吼，做工程。好，以上是作为今仔日迄个，哇，迄个。哎呀，后礼拜三我真清楚，后礼拜三有一个。我讲起来拢怪怪的人，迄个艺术家啊，搁加上含公平贸易做关系啊，迄个有几个艺术家啊，伊用迄个演唱，要用演唱来讨论这个伊去参与的小的议题，比如讲前一阵仔迄个台北有人保留树啊嘛，迄个江翠国中啊，伊就写一首歌呢，伊有去遐支援，啊，伊的性个性格伊无爱用。无爱用影响，所以我妈请这种人嘛，介好啊，我就免装，免装啦吼。伊向我参详，伊讲你也要装，你爱装则好，讲卖安尼卖装，我应该装袂好。伊讲装袂好，你讲无感觉咱请他办活动，向我参详，我本在一开始我妈这种人，我是真喵摸，我卖有白含伊开讲。到尾啊，请伊去食一下饭了，伊就讲其实伊拢唱迄种，迄个胡插头，迄个音量胡插头，哎，有啊，我以前捌听过迄种胡声胜有声的运动，就是以前吼，捌人咧办咧跨年，啊，有咧演唱者做袂爽，啊，伊讲啊，提议打一边啊无插的，啊，就当遐唱，啊，比看啥大声安尼，啊，其实一定是迄呐喊较大声嘛，啊，伊迄就无啥人要听，但是就意思讲伊是一种反抗的力量，啊，有人上。演迄落演唱到上用的时候，胡声免怎表现，你知？把吉他的线扭掉，啊，佫继续弹。吉他的线扭掉，佫会使弹。这真不了，无简单。这有一点仔限制。我就是安尼向你讲，好，伊都愈认同我，你知？我安尼，我一定要为台北特别，伊讲伊出山的人嘛，无要紧，伊要特别想办法来遮帮我做工。然后要来唱，啊，免插电，我感觉爽，免插电，我就免去无影响吼。所以后礼拜三应该就精彩。好，啊，你搁有啥问题无？宣导礼拜六。哦，对，啊，就礼拜六有啥活动？小人物要来遐分享啦。好，终于要搁来啊！小人物杂志遐的大学生。杂志拢变大人物啊！对，哦，一群大学生，因拢云科大吧，大部分云科大学生啊，因。因为着要去报道迄一关较低层吼，一寡小人物因所做个代志，因啊追求因个梦想，即个故事，啊即马已经第二本啊，啊咱拜六伫台湾同学室，暗时七点半，迄学生啊再来分享，啊台湾人过来。